艾伦，那个 FB 要怎么标注朋友？来，我来教你。首先，你要先打开你的 FB， 然后在你要标注的文章或者是留言下面，假设我今天要在留言里面标朋友的话，就在朋友里面先打一个小老鼠，小老鼠之后再打出你朋友的名字，假设要打肖明俊，肖，然后他就会跑出来了，然后你就挑哦，你要标，假设要标注肖明俊，就按肖明俊。它出现反蓝之后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标注成功了。那如果你要再标注一个呢，你要先打一个空白键，然后一样再按一个小老鼠，然后一样再按你的朋友，打你的朋友的名字，他又跑出来了，陈家祥。好，这样子就标注两个朋友了啊。你要标注几个都，哎，也不是说都可以啊，但是可以标注很多个。好。所以要标注10个都没问题的，10个可以，没问题。好，谢谢。